下班休息看直播，放学回家学操作，错过精彩怎么破？我来帮你放重播。欢迎收看由师大腿出品的主播周慧文。他妈的这个修空调就很烦，凯哥说他妈的我们叫的人来修那空调可能就不质保了，什么这那那这的，他妈话他妈都说不明白，跟你啊是李聪明。别鸡巴吵了，他妈的，赶紧的把这空调给我修好了。你他妈的，有的时候你他妈。老我怎么觉得你跟个老三爷这波他妈的心思老是在空调上面干屌啊。你想细想事情都没搞清楚你懂不懂啊？你管他妈事情搞不搞清楚，你先把你自己眼前这些事情给做好了。老子眼前这些东西有什么没做好呢？你告诉我。现在修好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坏，空调怎么可能说坏就坏的呢？啊！顾大哥，我是什么什么表演系的学生，空调二可以给我个角色吗？可以接受潜规则。看来空调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，这是我将来肯定会是会拍续作的。空调二的电影名字啊，我决定取名叫《这个空调不太冷》。你装什么逼啊你啊！你来了就怎么了？别动！你是不是觉得你玩的很好啊？打不着我吧？啊，你没有啊？那我下一个 Q 技能。去吧！啊！我操！真的假的？你有脾气吗？溜了溜了！我操！我刚玩个帅的，你知道吗？玩把蓝枪吧。放松，伙计。我操！我这装备 A 你要三枪，你凭什么？我建议滑着打。啊！我操！两枪。傻逼啊！你打永贞了。哈哈哈！我给队友做掉了。注意看。这个男人叫萧愁，他正在小心谨慎地躲避对面大壮的攻势。所谓躲开一个又一个的技能，在连续扭掉大壮四个技能后，大壮恼羞成怒，让我看看，一把将萧愁拉进卧室，却只见萧愁不慌不忙躲开了一技能。大壮当场反向一锤表示：“你干嘛？”在反复的拉扯中，大壮已经残血，萧愁也动了杀心，眼看大壮血条见底，萧愁凶猛地冲了上去。啊！果然在凶狠的对决中，掌握细节的一方总能。意外，我想一个 Q 加速上去把他杀了的。你干嘛？预判闪现。哎呀，人马！我你哎！救救救救！棒！今天的话，于小 C 在这里宣布，这个大师
我要待十天。十天不打这个号。这四分钟三刀也太恐怖了，我就怕这一波被越，这波被越我就接了。好嘞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别以为我不打你吧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老夫兵都不补了。来嘛，老夫怕你。哦，这就是无敌啊！别！我操！我们要会会你。打不过，来打龙，今天就打龙，老子看看谁敢来啊！来打，老子看看谁敢来看我们一眼。我人呢？我人呢？喂？大进来了，好。这不该带进来的，而且他为什么打的腿这么痛啊？为什么他打这么痛？这个可以说很他妈炫晕。干他！打了一下红，这红 buff 刷的时间真不是时候。怎么能把这红偷了？可以了，获得一只红 buff， 但是我这样也吸引了仇恨值。我操，这傻逼剑魔偷我红是吧？下波抓死他了。我操，这傻逼剑魔偷我红是吧？下波抓死他了。这把梦幻开局吧。难偷，有闪现，马上。你要闪现，你没够呀！你他妈闪我的那个！我的！坏了，这波敢约出事了！不给我吃炮车，南昌，你看他，南昌。闪现打你丢！打！有人说打的菜不让说，我他妈只要是我的队友稍微就是战绩玩差点，我说他一句，你天天零杠十一，零杠十一，你是不是傻子？你说一辈子是不是？人家胡凯丽他妈卡牌零杠十二，人家就说什么，就说了几个小时就不说了，他妈老子这零杠十一，你说一辈子？还有个零杠十七，我只是举个例子，没别的意思，懂了吧？关注微信公众号键盘，每日独家更新游戏直播圈八卦。主播收集品号七坤二真一元。我说实话，老子的号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号很夸张的，我的号差不多了已经。我来，现在给你们。算了，没事。来，老子给你们展示一下主播有多正，好吧？主播的那个软件里面只有好，只有正常的东西。来，老子给你们放大，老子给你们现场刷十个。这个不算，从下一个开始，这个先不算，从下一个开始，这个不算。第一支英雄联盟，看到没有？第一支就是英雄联盟。第二个。来，
这什么啊？18射手上海松江喜欢单眼皮高一点的男孩子，这什么？他这个绝对是在搞我。这个是什么？来来，万坤，手机拿来，看一下你的十条。来，来看万坤的十条。第一条，我 DNF 啊。来第二条，抢螺蛳粉。冰镇芝士雪豹。我都刷不到，你能刷得到？下一条又是 DNF。 嗯，预测题。 OK OK OK。 我感谢徐星一的高能预警，谢谢。还有吗？虽然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但是我想在我的生日向你求婚。不是，我还没问呢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Yeah, 好。哇，啊，别尬。是的。怎么可能是第一次啊？你没从来没有送过花。联盟篇招收线上欧比君了，喜欢英雄联盟爱看洛璐主播的直播，那就发送简历到主播素材@163.com，请注明你喜欢观看的主播与联系方式，联盟更新功劳有你。